个插头的时候不要忘记插错了啊。我说这几个插头它插错两个孔插不掉吧？啊，对，但是它给你标了记号的，这三个是有检测用的，这个这两个是粉码机的。它在哪能标记号了？这下面，但是你这个线你是只能这么插的。你要是说你那对口的话，你插不上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没事，只要好看的。因为它那边那个灯，它有几个也是这么大的孔。你说灯是吧？对啊，但是这有水管的，这个好区别，水跟水给你缠在一起了。不，已经通了嘛，它这里有接头给你转过去了，只要一根八的。这个是不是速度如果很快的话，就不好检测了？不会啊，看你一秒能做多少个。
个 B 一个 D， 发现没有？哎，这个怎么没有那两个管子？哪两管？啊，他怎么没有胶带还扒一下子？哦，这也是发是我开的。嗯，你把一开始一解体，全部是小气泡。我怎么看不到？现在没有，刚才就是。它正常的多少？5.67。昨天那个，那之前那台机是3.0。那每个机都不一样的，不是所有的都他们。
血管藏进来。